好，大家好，欢迎回来。那我们就接着昨天的这一个课程讲解一下我们今天的6.2小节啊。我们看一下课件，课件的话，今天是我们的6.2小节的一个后台菜单的一个添加啊。好，那么我们昨天的话是讲到了我们数据库啊，还有我们这一个。把一个基本的功能加起来啊，其实我们昨天的话已经实现了我们菜单的一个添加啊，我们来看一下啊，打开我们的这个后台，麦子学院，好，找到我们后台的话，来看一下 GWTI 啊，GWTI。好，找到这个后台之后的话，我们昨天是已经在模块这一边啊，把我们的这个麦子问答的这一个分类是已经加进去的哈，分类已经加进去了。那么其实这个的话就是在我们模块管理，我们来看一下啊，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昨天我们做这个模块管理的时候，麦子问答对不对？我们点击修改模块管理的这一个安装程序这一边哈，会把我们的一个麦子问答的这一个。插件呢，安装到我们的这一个插件的这个表当中哈，安装到我们插件表当中，安装进去之后呢，我们这一个麦子问答的这个菜单的话，它就直接出现了啊。那么我们昨天做到我们这一个地方的话，出现错误啊，那么我们就把这一个打开之后呢，我们来。查看一下错误在哪里哈，我们今天把这个错误给调整一下。第一个的话就是找到我们后台这一个德德，好，找到我们麦子德德的这一个 category catalog 度啊。OK，然后我们 do post 后面呢跟上我们的这一个，我们看一下 do post 这一个参数是在哪里，好。这边会有一个 do post，对不对？然后里面的话会有我们的一些 CID 啊，什么等等啊。啊，这边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增加文档的一个什么东西啊。好，我们来看它的话会有一些 OK。那在这个地方的话会有一个留言簿管理哈，有一个留言簿管理。啊，我们呢需要在这个地方呢把我们的这一个麦子 FAQ 也给加进去啊。麦子 FAQ，然后呢，这边正在跳转到留言本，是不是？我们正在跳转到麦子问答。好，然后呢，我们是麦子点 PHP，然后 go to page rank 等于 add me，对不对？OK，那我们直接这样子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点击这个麦子问答。好，正在跳转到我的麦子的这一个地方。好。那这个地方的话，就是我们麦子学院的，其实前台也是这样子啊，前台也是这样子。我们在这边刷新一下，看它所访问的目录，其实就是我们麦子的这一个这个地方，对不对？那这边有个发布留言，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发布留言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东西。好，现在是我们已经把链接给改掉了，所以这个发布留言是没有效果的。OK，那我们先到我们前台这个网站主页去看一下我们留言板啊，看一下我们的在线留言。好，这边有个在线留言，对不对？好，我们这边是可以发布留言的啊，可以发布留言的。这边 get 其实就是在这边发布我们的留言，对不对？啊，发布我们的留言，那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哈，跟我们这一个麦子问答的这个地方其实是一样的哈，一样的。好，那么 我们的话就正好来。以这个实例做一下增删改查哈，我们的 CMS 增删改查的一些操作。好，那第一步的话，我们来把这个模板给改一改哈，模板给改一改，相当于这一个地方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个后台模板哈，也是一个后台模板，因为我们这边点击它直接跳转到就是麦子问答这一边，对不对？好，那我们首先第一步找到我们的这个模板所在，我们就用这一个来做我们的例子了哈，它是在我们 PLUS 下面啊。找到我们的这一个 PLUS 下面的这一个麦子 FAQ，然后这边有一个 go to page rank，OK，那这边的话会设置一些参数，是一些什么 go to page rank，让我们的一个模板的话是在我们的这一个 PLUS 下面的麦子 FAQ。
好，然后我们找到 MATS FAQ 的这一个，啊不对，应该是我们得的 template， 啊得的 template 就是这个哈、啊，然后它里面 PLUS 的MATS FAQ 对不对？MATS FAQ 那就是这个东西。好，进来之后的话，这边会有某某某的一个留言本，对不对？我们某某某的问答，好，我们把 title 给改一改啊，叫 MATS 问答系统。好，就叫 MATS 问答吧。MATS 问答，好，我们就这样子来改一下啊。好，这边就是我们的麦子问答，麦子学院得的 CMS 一个教学啊。然后呢，这边是我们的一个logo，对不对？啊，这一个地方的话，我们也可以改一个，叫做我们的麦子问答。好，就是这么一回事，麦子问答，对吧？它是会返回到我们首页的。然后我们继续回去啊。然后这个有一些留言本跟发布留言，还有一个返回主页哈、啊，这一些东西的话，我们其实也可以改它的样式的啊。那这一些东西的话，我们就不改，我们直接把留言本给改掉啊。留言本这个就是，我们开错软件了啊，稍等一下。我们留言本不要吧哈、啊，直接把这 H2 给干掉，然后发布留言，发布留言。好，我们就是发布提问嘛，叫做我要提问。好，我们可以这么来改，是不是？好，刚才那个 H2 我们给它加回去啊，加回去呢叫做我们的这一个问答列表，问答列表，对吧？在这。好，然后这边没有记录，对不对？然后这边有个发布留言，我们把留言。都改成问答，好，刷新，OK，留言都改成问答了，对不对？然后这边有个什么 OICQ，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 QQ，对不对？我们需要把我们 QQ 这个东西呢给去掉，我们没有 QQ 这个概念了啊。我们改一改这边样式的，我们也不需要头像啊，我们问答也不需要头像，好，我们简单一点，因为我们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只有标题啊，电子邮箱也没有啊，标题、姓名。啊，姓名我们给它留一下吧，跟问答哈。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修改一下我们数据库的一个结构，对不对？好，数据库结构的话，我们叫做 MATS FAQ，对不对？MATS FAQ 在这个地方，对不对？我们需要在这一个地方呢，再加一个我们的 email。好，它的话是50个，够多了吧？OK，然后呢，我们。需要再改一下我们的一些东西啊，需要再改一下一些东西，就是我们的一个模块，然后点击我们的这一个麦子问答修改，对不对？然后在这个地方的话，我们 InnoDB 上面必须给改一下。好，前面换成我们的这个样子，对吧？其他不用改吧，直接点去提交啊。已经重新编译模块了，我们看一下会不会错误。啊，发现没有错误，对不对？好，那么我们接着来改。第一个电子邮件，电子邮件可以留着，对不对？好吧，我们把姓名给删掉，我们不需要姓名了啊。这一排都可以不要，刷新。好，我们姓名跟 OICQ 不要哈，然后把我们的。邮箱留着，然后后面的验证码，好，我们看一下验证码，还有头像，头像我们就不要了啊。头像不要，问答内容是给留着啊，要给留着。这边两个就好了。个人主页我们也不要啊。好，这边还会有一个验证码，对不对？验证码我们先留着吧，给它放到我们的这个地方来啊。好，再刷新一下。OK，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有一个发布问答的一个界面了哈。好，现在的话，我们来看一下电子邮箱啊，电子邮箱我们也让它是必填的吧。
刷新一下啊。那现在是有这么多币田了，对不对？然后他会提醒我们验证嘛不正确，然后提交是提交到我们的这一个GASTBOOK， 对不对？我们必须把这个给改成我们的麦子 FAQ 啊。好，然后呢我们再返回一下，对不对？好，然后呢我们现在让它提交到我们麦子 FAQ 里面去，对不对？我们刷新一下，然后再点击提交。好，它提交到我们麦子 FAQ 里面去了，对不对？然后直接空白页。好，我们就这个时候要改一下我们的麦子 FAQ。它的 action 的话是我们的一个 save， 对不对？我们把 save 给找到来。好，它是到这一步，对不对？我们在这一步 print 打了一个 post。 好，看一下我们提交是不是成功的啊。好，发现我们提交的这一个地方是对的啊，是对的，所以说是这个地方提交。那我们来提交一个标题，好，邮箱的话我们就这样子吧，内容，然后我们的验证码。好，说明我们标题、邮箱跟我们的 MSG 都是正确的哈，还有我们的这一个验证码。好，那我们标题的话是不是叫我们的 title 啊？我们要需要根据我们的这一个地方改一下我们的这一个字段名称，对不对？第一个的话是我们的标题，标题的话我们现在的名称叫做 name， 对不对？电子邮箱叫 email， 没错吧？然后内容的话这边应该叫 content， 对不对？然后就是这样子的一些东西。 OK， 那其他没有，我们来看一下刷新。 OK， 刷新刷错了啊，应该刷这边标题，对吧？邮箱内容 YU88YD88 好，那 email content 还有我们的 validator， 对不对？好，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提交成功啊，我们直接做一个提交成功的一个样式啊。首先的话第一个的话 cookie 就是我们的一个 guestbook post， 一个是未登录用户的提交啊。好，我们改一改代码啊，我们把 post 的这一个代码给改一改。这个我们就不需要了，简单啊，我们简单来做。好，这边我们留着。好 ，get IP， 我们 IP 不需要。我们有那个时间吗？我来看一下，有一个 ADD time 吧，对不对？有个 ADD time。U name 没有了。我刚才点到哪里了？我们先这个 ADD time 等于我们的当前时间。好，我们名称不需要， homepage 也没有，这个 homepage 也没有， QQ 没有，然后我们是 content， 对不对？最大是我们的一个1024啊， 1024 我们也可以这样子给它保留哈。 TIDreal ID， 好，一个是回复的，好，一个是我们的这一些，好，那我们 TID 这些先留着啊。好，这边会判断我们的这个内容。好，那么我们还需要一个这个东西，对不对？打了 name raw content and 我们这一个标题和问答内容不能为空，对不对？如果说 title 呢会等于我们的这一个，这个不需要。好，这边是 REID， 好， REID 我们来看一下。REID 我们先不用了吧，我们先做一个增删改查这种东西啊，不需要回复哈，我们不需要回复。那我们把 IEID 给先删掉，然后 TID 先留着啊。那么然后 Q 麦子
这个地方的话就是我们的 name， 我们的 content， 对不对？我们的 email， 我们的还有什么东西啊？ add tag， 对不对？我们看一下字段，总共是五个字段，但是我们现在一二三四四个了，对不对？那就不需要了。然后第一个这个是我们的 name， 第二个是我们的 content， 第三个是我们的 email， 第四个是我们的 add tag， 对不对？其他也不需要了吧。好，其他也不需要了啊。然后这边就执行我们的一些操作。然后这边有一个 need check， 是否需要，就是需要检查的一些东西啊，需要检查的一些东西。那这些我们先不要啊，先不要。然后七七八八，七七八八。OK， 那不出意外我们是可以提交了啊。我们刷新一下，验证码不正确。OK。验证码不正确，返回到我们 PLUS。 好，我们先刚才那一个错误先不管哈，这个来做标题。DFBX。 好，成功发布一个问答，对不对？好，已经成功发布一个问答了。好，今天我们先做到这一边，然后其他的话我们下一节课再讲。好，先做到我们可以提交，我们看一下数据库有没有数据啊。数据库是有数据的啊。那么我们今天的任务就完成了啊。这个感谢大家的一个听讲。